我花几百万养的儿子科举又落榜了。看我女儿没花钱也能轻松当贵妃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在《浮生卫青歌》里，我先给女儿捏个漂亮的脸蛋，穿上好看的小裙子，再让女儿学习琴棋书画，培养她的艺术细胞。哇哦，精彩的表演得到了皇上的赏识，就一步跃升为贵妃了。浮生卫青歌邀你梦回千年汴京。